我要去新国民啦。别停，哪有去仁和了？去新国民，仁和比较近啊。靠边，靠边，我下车。不要闹了啦，我自己去。去仁和啦，去新国民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。你不靠边，我跳车哦。干嘛啦？我干嘛？干嘛？还有我的腰，我的腰不要碰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两家不都医院，去哪家都一样啊。我习惯新国民。哦，这边跟我撸，那我自己去。啊，不要下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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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国民。好好，那我们就去新国民了。新国民，新国民，新国民了。那走了。但是有没有带健保卡？我晓得，一定有带什么健保卡。那你没带健保卡，怎么看医生呢？你让我去哪？我怎么回去拿了？我要雇你啦。我不要你雇。喂，高家凯，阿爸没带健保卡啦。你看你们谁有空拿健保卡到仁和啦？新国民啦。啊，讲错了，新国民啦。高先生的，我知道。高大哥，你腰又痛了。嗯。哎，今天有人陪你来啊？这我儿子高家业。哦。例如。你好。认识。啊。来，你是一样吗？老地方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刚跌倒。刚跌倒。对，好像闪到腰还是怎么样？可是他本来就有旧伤了。这我知道，高大哥常来啊。啊。好了，你这个哦要照 X 光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帮我看就好了。哎呦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我是做健康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去照 X 光了。不用，他帮我看这里，这边。对，这样子哦。嗯啊。哦，你这个很痛哦。嗯，严重哦。咪咪病好了没有？他最近变得很撒娇哎。嗯。我觉得是因为生病这样。都会这样，都会黏。对啊，然后。在那门口。哦，我看到你，这里这里。妈，检查了没有？在里面检查。要紧吗？还好。怎么是你来？我高家凯。老婆。健保卡。我又不是医生。我看你。又不是医生。健保卡给我啊。啊，你有没有带啦？是不是这一张啦？哎，钟总，你干嘛啦？我要回家了。你健保卡给我啦。不要啦。哎，陈丽。我要回家。你是屌高哦。